星光大道，特侦组就训吴淑珍哦。照吴淑珍律师的这个谈话呢，辩称的都是他不是公务员，然后呢所收的钱都是政治现金，不是有对价关系的汇款哦。其实非公务员对价关系存不存在这件事情，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搜狗案的宣判哦。搜狗案宣判呢，这个法官的这个检察官没有起诉吴淑珍的理由当中呢，是说搜狗案的这个经营权上百亿，那只查到27万的礼券，这个明显的不符合这个对价关系的比例，不成比例。然后他又是非公务员，计算一下这个比例哦，是0.00277%，0.00277%。如果检察官认为这是不符合比例的，我们来看南港展览馆案跟龙潭购地案的比例。以南港案的比例来看呢，它的这个得标金额是36亿，如果说收了9000万的话，不管那1000万是不是被 A 走，假设是收9000万的话，比例是2.5%。龙潭案的比例哦越来越高，这比例根据时间的增加也有增加哦。这个龙潭案的100亿的土地购地弊案，如果佣金是5亿的话，那比例已经升到5%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案子如果0.00277%不成比例的话，2.5%，5%。检察官会认为成比例吗？吴大哥，的确，我记得严大和在北检的时候，检察长我跟他谈过，他说的确我们的法源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佣金 commission 没有法律的规范，这方面要修法了。但有没有对价关系，我会尊重这次整个法律程序。我就这样说哦，这不是政治事件，这是个典型贪渎事件，大家不要再抗争了，回归基本面，不管县长或前总统，回归法律基本面。政府存在目的除了安居乐业以外，就是仲裁嘛，做一个公权力的仲裁，这一点是不是大家学会做一个文明法治社会？我觉得任何抗争绝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对我们社会没有帮助。